今天咋穿这么漂亮呢？有事啊？没钱啊？上回他们管我借的还没还呢。我是那么势利的人吗？我压根不是过来借钱的。我那找我还能有啥事儿啊？寻找你结个婚。怎的？不是，我是那个今天晚上不是跨年吗？我想跟一个小姑娘求婚。我的妈呀，谁好人能看上你呀？他遭老罪了。不是，我拿你练练手不行吗？你拿我练手，我掐巴拉也如看不上你拿我练手，你咋这么说我也同意不了啊？不是，那我怎么得说是仪表堂堂嘛？那配你这样的不是随便配吗？配我这样的随便配啊？我这样的娶我这样的，我说白了彩礼都得这个数。多少？这个数。那爪子鸡爪子那是啊？你别费那话行不行？我拿你就练练手。那行，来吧来吧。你现在就想吧，这桌子上是红酒、牛排，他妈香薰、蜡烛，五颜六色啥都有。那个这时候我再拿出我给他准备的精心礼物。你等一下。啊、你哪来的钱又整烛光晚餐又红酒又牛排的，瓜还整上迪奥了，你欠我钱到底啥时候还啊？不是我这么烂漫气氛，你怎么忍心能打破呢？我的表白呢，我欠你钱一会儿再说不行吗？然后呢还有一颗十克拉大冰剂，这是我双手奉上，你说这女的能不能被我打动？我觉得啊，一般小姑娘都已经被打动了，是吧？毕竟谁能拒绝十克拉大钻戒？是吧？那就是我成功了，那我是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你下一步想干啥呢？那我红酒、牛排啥都吃完了，求婚求完了，对不对？啊哈啊啊啊！对吧？啊这啊，我估计，但我估计应该也能跟你走。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，要不这么的，来，你手给我。好。你做戏做全套，你好人做到底，你陪我到下一步，你再给我演啊！你怎么？那个，你快别逗了，我已经开好了，开好了。